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佛以妙音广宣扬，广宣唱，一切诸地皆明了，普现一切众生前，尽与如来平等法。最后这个偈颂，这有个解脱门，显示一切菩萨修行的次第，修行次第，就是这就是入一切智的广大方便。像那个识云呐、识通啊、识定啊，这些品都讲的还是修行次第。像善财童子五三人入法界，都是修行次第，一位一位的进修。显示一切菩萨修行次第的时候呢，这就是行部，行部啊。从这个禅文殊师利菩萨起信心开始吧，信开始吧啊，这都是修行次第，实信、实住、实行，乃至实回向。实地，这都叫修行次第。这个偈颂啊，得跟前头的偈颂连起。因为佛所证的境界像虚空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的，跟法界的是一真法界一样的，无所依的。它的化现到一切处，到一切道场。四现一切道场成正觉，成了正觉，入以他的妙音广演说一切法，把他所修行的次第这行部把它圆融起来，一一住地皆明了，就圆融的，而且普现一些众生前，哪个众生应以合法得度者，那如来就像合法给他度他。但是这十个偈颂是普贤菩萨，因为合法度者普贤菩萨就现你前来就度得你了，这是普贤菩萨所证得的十种的解脱门。如果什么忘了再回头，再把这解脱门一个一个的要记一下子啊，严净一切佛果道，调伏众生，解令他究竟出离，普一切如来所修的具足的功德境界，这一个解脱门，南令一切菩萨的住大愿海，普贤菩萨能做到的。示现给众生，示现给一切菩萨，有解脱门，普现法界微尘数的无量身，有解脱门，演说骗一切果都不可思议数的差别名，这是名相说的，有解脱门，叫一切微尘中悉现无边的诸菩萨神通境界，有解脱门，在一念中现三世的劫海的成就，成啊坏呀、啊，就成住坏空吧，一切海有过去的成住坏空，现在的成住坏空，未来的成住坏空，一念间呢，一念间现，
实现一切菩萨住根海，各入自境界。每个菩萨都有自己境界相，各个入自己境界相。现在我们这法会的每个人都有各自境界相，境界相，但是不是解脱的啊？咱们这境界相都是说法的，普贤菩萨所示现的那是解脱的，但是禅宗这说法的跟解脱有什么差别呢？咱们现在感觉是说法的，你放下不就解脱了吗？好像说起来好容易，放下吧，看破了，看不放下，自在了，自在不就解脱了吗？管他一念间的过去、现在、未来都不成立了，没有，就在一念间了。完了，示现菩萨的种种跟种种欲的，每个都有自己的境界相。但是普贤菩萨都能够知道，都能证得，这叫解脱呀。能以神通力化现种种的身，遍无边法界。还有解脱门显示一菩萨修行法的次第，如一切智广大方便。这个把普贤菩萨所证得的十个解脱门，把它标题重新给大家念一下。经常把这个念着回顾啊，你就入了。你念的时候，当你心念原念的时候，你就入这个方便了，就入这个解脱门了。普贤不是都具足的。以下呀就读了十普菩萨，十个或者普胜德呀，睡光照啊，这十个菩萨，这十个菩萨普光啊、狮子吼啊、普宝焰妙光啊、普音啊、普字啊、普觉呀、普清净啊、普宝吉啊、普相啊，那这十位普菩萨就不同了，他们是各得一门。各得什么门呢？上来普贤菩萨所证得的十门，这十普菩萨各证一门，等于还是显示普贤菩萨。先是第一大科普贤菩萨，第二大科呢是十普菩萨。普贤菩萨得了十种解脱门，这菩萨十普菩萨呀，把普贤菩萨的十种解脱门各得一门，各得一门。妙净德妙光菩萨摩诃萨得遍住十方菩萨众会庄严解脱门，普德最胜登光照菩萨摩诃萨得一念中现无尽成等觉，教化成熟不思议众生解脱门，普光狮子闯菩萨摩诃萨得修习菩萨的福德庄严，出生一切佛国度的解脱门，普宝焰妙光菩萨摩诃萨得观察佛神通境界无迷惑的解脱门，普音功德海藏菩萨摩诃萨得与一切众会道场中示现一切佛土的庄严解脱门，普自光照如来井菩萨摩诃萨得随主如来观察甚深广大法界藏解脱门，
普觉越一生菩萨摩诃萨得亲近成次一切诸佛供养障悉陀门，普清净无尽福德光菩萨摩诃萨得出生一切神变广大加持谢陀门，普宝吉华藏菩萨摩诃萨得普入一切世间行出生菩萨无边行门谢陀门，普相最胜光菩萨摩诃萨得能与无相法界中出现一些诸佛境界谢陀门，十普菩萨各证普贤菩萨的一门，普贤菩萨谢陀的十门各证一门。哎呀，净德妙光菩萨摩诃萨遍住十方菩萨众会道场谢陀门，在列名中呢，前头列十名呢没有，前列名中没有。另外与普贤菩萨相等的共为十普，这是总说了，以前头的普贤菩萨是别说了，加起来共为十，共为十，表什么呢？表圆满，圆满，具备了。长行里头第七位菩萨跟法门，第七位菩萨正的法门没有，经文之中没有。又是第八菩萨说正德的法门没有，有第菩萨第八菩萨的名字，第九菩萨名跟第十菩萨名都叫言，言是什么呢？就是言处说法。因为这个华经翻译的时候啊非常困难，文太广，有时候原文脱落，原文不背，没有原文怎么翻呢？有时候把名字脱了，他的文字道理嘛没脱。咱们前头讲那些神呢，有时候脱了一个名字，有时候脱了他所修行的行。这经文常有的了，读这华严经就知道。有时候在书抄。华严书钞里头后来发现，或者在璎珞经啊，或者在其他经论里头发现了这个菩萨名字，这菩萨所修行的法门，又把它补进华严经里头来，这个时候有的。华严就是杂华嘛，杂就是很多种。因为成佛修道的时候因有多种的因，因不是一样的，因为因多故佛得的果也不同，究竟的果是同，究竟佛果那都一样了，佛的得都一样的，但因地不同，因地不同在果的表现上头作用上头也有不同的，这个我们大家理解。佛佛道同，这就它的总义来说，但是别义还是不同啊。极乐世界就不是娑婆世界啊，东方药的光如来世界也不是娑婆世界啊，各个佛的道场不同啊。咱们在维摩诘讲，我看维摩诘讲，维摩诘讲到相结果，那个果度佛说法呢要吃饭，不要说法了，大家一吃饭就开路了，
这香积世界，文末就是把香积世界那个饭呢，要运用来了，来给他那个法会大众吃。我看见那个，我讲文末记经时，我就很高兴。啊，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积乐的太多了，我们把香积世界那个饭都借到娑婆世界来，大家一吃，不要修行了，都成道了。闻到那个饭的味道，那烦恼就除了，业障就消失了。那么释迦牟尼佛要说很多法呀，一人都在说这么说，供养大家一顿饭嘛，就大家闻到饭的味道就卸掉了，烦恼就没有了，不同啊，佛佛道同嘛，为什么不同啊？作用还是不同啊。现在我们这有好几百人到场，同啊，大家共同来这学华严呢，同的。个人想什么，我说是一个因上，说一种道理啊，每个人理解的不一样呢。完了，他再把它变成作用，他再起效，也不一样。学法的时候，要解脱，要灵活，不能时语句下，不能制造那一句话，这是不行的了，不行的了。佛所说的一切解脱法。那有从布施入的，有从持戒入的，有从忍辱入的，无量门，这无量法门，一法是一门，无量法就无量的门。那你从哪个门进来的？这不一样的了，不一样的。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这个每个菩萨。他有他的心得，他有他的悟处，他有他的这个利益众生的方法，都是佛说的，都释迦牟尼佛说的，但是理解不同了。释迦佛说，我们从释迦佛学来的，完了我说，他说。在第三者第四者的一千个人说，一千个人说就是一千样，千样。大家想想看啊，对，这样来理解，但是它道理是一个什么？解脱。你从哪门入都可以，只要进去了就好了。好比我们到这个法堂来听经，你从前门来，从左门来，右边门来，从后门来，到这坐也听经都可以的。等你出去时候，个人的理解，再转述，再向别人说，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道理懂得了，这也算解脱了吧？就不要执着了。普得最胜灯光照菩萨摩诃萨，得一念中。现无尽成正觉门，教化成就不思议众生，都得到解脱。这个就是演的华严的境界了。咱们不是经常说华严境界吗？每一个微尘，
成正觉，各个微尘都成正觉，这叫无尽。正觉门是一门，那无量的方法，无量的门进入正觉门，这个得出现品，很快就讲到了。随他所成就的正觉门来去调化众生，去成熟了不可思议的众生界。就是一切诸佛都入世，一切诸法都入世。普光狮子闯菩萨摩诃萨，他修习了菩萨福德庄严，出生一切佛国度解脱门。修行呢，光修福，修福，修习菩萨的福德，光修福。德呢，把福修成了，福修成了。那个福修成了，得了个什么呢？庄严出生一切佛，一切佛国度，得这样的解脱。这叫什么？修福言福的刹海。如果我们想依照这么法门修，修福的方式特别多。你依着十大愿望得来修佛，礼佛、战佛、供养佛、忏悔业障是修佛。这个恐怕不理解了吧？我忏悔业障怎么修佛啊？你又有那个业障障了吗？你无量劫来的，原具足，性海所具足的佛。业障显了，你自己福德也现了。而忏悔也是修福呀，随喜人家的别人的功德，这个你是不出本钱的了，什么也不要出，看见人家做的你高兴一下，好了，你做我沾沾随喜啊，有我一份啊，这个随喜功德。看见这个礼佛拜佛啊，拜佛啊，你或者合个掌啊，或者掌也不合啊，你拜跟我拜一样的了，我随喜你的功德，你也得一份啊，这很便宜的事儿啊，这很便宜的事儿，不但它不减便宜，它还是照赚。怎么造法呢？看这磕头，和这家伙多迷惑，他给那个木头，给那个泥，给那个铜，给他磕头，他不但不随喜，他要谤悔。这一谤悔，这个罪业就大了。本来是修福的事儿，看磕啊，很好，沾沾随喜啊，心里一怪想啊，你磕灯，我磕一样的啊，这随喜功德。这个福啊，叫慧修。好比你也在这儿听经，我这一份儿不够，所有听经的人他闻法的功德，我赞叹，我随喜。500个人，每一份都有你一份随喜功德。这普贤大十大愿望的随喜功德就是这样子的，你要这样积福啊，那福德不就像海一样那么大吗？是这修行的福海呀、福海。完了，把这个功德，随喜功德，我随喜人家别人的功德，我不贪着，我把我这随喜功德呀，用它来庄严净佛国度。那你所占的便宜就大了，你什么也没付出，把那边的随喜又拿来去庄严，就是作意而已，作意而已。
庄严佛国道，把你所见到的，你见闻觉知所得到的，都把它回向庄严佛国道。等到你成佛的时候，你那国度殊胜庄严，不可思议的。这是华严境界。咱们都说什么叫华严境界吗？说华严经怎么学吗？就这样学。一切时候都骗到法界，作意就好了，作意就好了。你得学会，你说任何事情都把它回向法界。这个将来我们学到那个，这入到正门，什么修行，一品一品的学。菩萨问明品呢，净恨品呢，完了观空的，观空的时候，华严经的观空的时候，放恨品，他那个观想解释跟一般的经啊料有差别，料有差别。既然我们讲这个文字，一样的文字在华严经上讲它就不同了。他告诉你，我一切有情的不说，一切微尘尘尘的每一粒微尘都可能成正觉，他形容无尽的了。但只是你的心力了，你的心力说修行福德也入世啊，修行智慧也入世啊，福德下头一定是智慧，修福要修智慧。普宝妙，普宝焰妙光菩萨摩诃萨，他观察佛的神通境界无迷惑，观察佛的神通境界不迷不惑。迷有时候跟惑不一样的了，你这的深妙的智慧观想难思的境界，怎么想的境界像啊，太通俗了，想那妙不可思的境界。什么是妙不可思的境界呢？咱们娑婆世界就是极乐，极乐即是娑婆，这个境界想过吗？这是妙境界啊！释迦牟尼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这叫妙境界，叫妙观，妙观。但是得有深妙的智慧，没有深妙的智慧，你体会不到的。这是境界很难思。说娑婆世界就是极乐世界，还说过极乐世界做什么？阿弥陀佛就说：“你要在这个世界修好了就好了，为什么还说个极乐世界？”妙难思，妙难思。那么我曾经这样想过：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是不是说东方有国名曰娑婆？说那个国度的众生啊，你要到那时候行菩萨道去啊，你在娑婆世界，在极乐世界要修十劫，到娑婆世界去不要一劫，50年就可以了。妙不妙？就是妙难思啊，妙难。但是这个得要深妙的智慧，有了深妙智慧，所演的境界相也是不可思议的妙境界相。就要修观，观这个难思的境界。那个有人这样问我啊，他说：“我们在东方要念西方。”